来做个采访啊，你要扔啊，东木。你要扔啊，跟侬买买的家。我们北朝的，我姓万呢，万总理呢。北叫蒙娃呀。北蒙嘞。北蒙谁啊？北蒙来买东西去开的。嗨嘛嗨嘛，有点蒙哎。我们北蒙在用米渣的。啊？米渣的呀。米渣的了。你家呢？用干嘛？我到没走路啊？我在寂寞啊。寂寞了。去到远方呗。哈哈哈哈哈。是啊，那些人对年了，或者不能。Hello。你今天跟不跟他们一起去看？啊，去的呀，去的呀，去的呀。那等一下一起。好。好，等一下，来，我这个就不动了。姑娘吧，别不带妆Thank you.
学了讲了讲了哎，叫我拍哎点那哎，日中高日中照是那谁呢？你是中啊龙哥？跟龙妹妹的家？萌芽了呀，跟龙哥萌芽跟妹萌妹家？龙妹呢呀？不都没人照啊？知道了。冷天啥谈了都谈到了呢，龙哥吃不了呢。龙哥萌芽呢等到呢。正说这种的等到的。哦，济南人也懵了。哦，大妈呀！老妈，老妈，来包个大哦，来包个大，你知道吗？嗯，还有。你发完哇 ？Hello， 你要说吗？嗯，刚买了家，怎么？如果分，我分了呀。嗯，都我龙哥那也都龙哥我那包我，那么多都捞好快手了，我好红高点，我能到。大佬，我用啥吃不了呢？没地老用了呢。你我一家能找好快手嘛？用啥吃不了呢？嗯，地老用了呢。搞不到么的路啊？知道呀。你还么吃？么吃？剩啥吃啊？剩呀。剩呀没分了呢，同学们，那人够吃不了呢。别说的，连个没说，个没说呢，容易闹呢。嗯，人够吃不了呢。那要多，地老我不打我，你呼红高那呀，你呼红高那呀。就是那天我学的牡丹，结果啊老太多。太多我。上着礼貌，养多少分上这些，我叫你们快点喊家人。哎，养多啊，多没得知道拍啊。没得照片，没拍。嗯，多我找到那也被拍照了嘛，那这这半被拍照。老啊，不可能。要照是要拍。